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公布一件非常严重的消息。这个消息严重的程度超乎你们想象，那就是我不再拍虚无了。我觉得太无聊了，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实在太无聊，所以我可能不拍虚无了。那你们问我说，乐土都结束了啊，你又不拍虚无，你要干嘛？对啊，我要干嘛？到底要干嘛，对不对？那于是既然不拍虚无，那我可以拍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可以拍一二，我们可以拍更多食物模组，我们可以拍，等下这食物太多了，我们可以拍更多的种植，我们可以拍坐骑模组，我们可以拍 BC 管道， BC 工业管道，我们可以拍更多的虚无，还有一二，对，这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二。那再来呢，为什么不拍虚无了呢？因为我将虚无里面的模组扩大为更多模组，所以它现在包含了虚无，包含了 没有工业哦，没有工业，有包含自动工业，还包含更多种植模组，更多奇奇怪怪的模组。那会全部介绍过一遍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们就是普通普通的玩，能玩到怎么样子我们就玩到怎么样子。所以各位会看虚无世界会越来越精彩，因为它更多样化了， more， 我们有更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来自你们现在看的这个节目。是的，这个节目就叫做虚无世界二。简单来说就是新增了更多奇奇怪怪的模组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先整理一下包包，然后我想要盖一个地方来放我的旗帜，就是放我的旗帜可以纪念一下我到底我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一整面的那种墙壁，大家看，大家想象的出来嘛？就是一整面的那种类似成就墙那种东西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棒。但是如果要盖一个船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地方，我必须把我家挖得更大。又来了 ，yes。但是已经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有连锁挖矿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那么辛苦。那我们就从这延伸过去吧。海牛 ，How are you？从这边延伸出一条走道，哇塞，我家越来越多样化了。这真的是我家吗？等一下，应该说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好，然后把这面墙给 K 掉，好可怜啊！好不容易盖好，又要把它 K 掉，我的天啊！我还有52个哎，快不够了，应该说有点不够。OK， 然后把这个敲掉，然后盖一些栅栏。我还有14个，好，16个，把这里给这样子。OK， 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家就变得比较美一点点，至少有一个往外走的。往这边走的通道嘛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往那边过去，然后这样视野也还不错。虽然感觉这玻璃的这种斜的设计有点压迫感 ，sorry， 我当初没有想好，居然变这样子。那这里面呢，就是我们的皇家典藏室。什么叫皇家典藏室呢？就是我们放置我们的那个叫什么？我们放置我们旗帜那些的，类似荣誉台。对，开始。这威力太猛了啦！天哪，这威力太猛了啦！可是省好多空间哦，好快哦！这威力太猛了，这种爆发型的威力，太快了啦，太强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
我需要更多铲子。然后我们的这个包包，就是我们背包里面的这些拉垃圾，我们都不能丢，这些都很重要，我们要留着。甘蔗不要跑，我们都要留着。我需要做更多的铲子，因为我发现我一挖，他们都全都爆掉，用石铲就好了。好，哦，对，按住错，就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对，我可能需要更多，好几只，可以做几只就做几只吧。因为这么他们一挖就全爆了。好 ，Let's go， 把这边给挖开。哦，他们的材质不同了，这不是那个。这样也不错，这样也不错。就是他们的材质不同，是因为这是土，这是草地，对，就会不会有那个连锁挖矿的效果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不要挖的太多，因为担心就是太多的话，可能就全部爆掉了。对，没办法修正外面的草地的形状、那些。你看怎么看？不会吧，我魔法用完了，被你赚到了，你真的是小坏蛋。挖喽，嘿，果然又坏掉了。我们可以很细心的调整这里的土的部分。这边的草地也都把它挖掉吧。完了，我家越来越大了，到后来会变怎样啊？好好奇哦，会变超大的、欸，超大的家。哎、欸，嗨，牛，你不能来这里。No， get out， get back， get back， 你不能进来这里，这里正在施工，这里还在施工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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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差点就想跑出去了他。OK， 那么我们这边的高度就盖高一点好了，从这一边开始就可以盖一个超级。等一下，哦，好险！我要丢错了，一二三四，差不多跟这里平行吧。我可以看到我家里面，好变态哦。嗯，64个，哇，我碰不到那边。对，就是这里。哦，这里也给挖掉。等一下，我怕木头不够，我先去多拿一点。哦，你这只牛，不，你太坏了，不行，不 ，You can't to come here。哦，又滑掉了，不行。进去，你这贼牛！等一下，我用小麦赢你哦。进去 ，good job。我去楼下的时候，你不要给我乱来，听到没有？哦哦，讲一讲，肚子都饿了。啊，肚子饿，这并不是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有种。我们有装更多食物模组，所以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，超多食物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最后的黑项目了，也是我们应该算是快要没有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你看这一大片下面那绿色、深绿色，全是黑项目，挖不完的，挖不完的，真的。嗯，然后我可能要把农田又要移位置，我觉得它的空间太占碍眼了，它那个地方太小了。喂，哦，下雨了。好，从这里叠过去。哇，这一片也是那个几乎的。那我可能要先瞄一个地方了，这里吗？
挖掉了，是这里边吗？就是我要找一个格点，用石头做一个格点。我看看，这边开始是书的话，那我们就从这里把这里给建起来。拜拜。都是房子的东西，一点一滴的吞噬掉，到后来可能就都没有了。嗯，OK， 那我们就去清理一下里面吧。嗯，哦，原来我这边有开一个洞。呜呼！擦啦！好，再来就整理这一面墙。这一面墙从这边切过来，就直接就是鹅卵石了。对，就直接切过来，这边就是鹅卵石。这边破了一个大洞，感觉没有安全感。我们用泥土塞满它。好，用木头的。哦，挖爆了！OK， 那这一个是，我现在发现还有一面墙，就是这一面墙要怎么办？这一面墙的这些大。所谓的空洞吗？该怎么处理呢？这一面斜墙的部分，用我们就用深色的木头好了。我们把我们的墙壁弄得超厚。不要吵。OK， 像这样，然后这边有书柜，然后这边再放一盏火什么的，这样子看着就比较漂亮一点。好，刚好这边可以看得到外面，这边就整片大窗户好了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比较舒服。那把这一边也给换成灵魂之夜，啪啦！这样看起来就比较，这边的书柜其实可以延伸到这边来了，对。然后这里我这样做，直接就做成落地窗的大设计就好了，整片就是大玻璃，看起来比较舒服。OK， 走，再来，我们需要这些方块都是挖下来的残骸，先把它清掉，它太多了。我走得好慢哦。我的农田呢？耶、yeah, ，你看，快差不多了。刚好我们都在加工作，所以它长得比较快。然后我需要大量的玻璃窗，玻璃窗比较好解决。我包包又太多了，这是盖东西的困扰。我需要更多的玻璃窗。好，64个肯定够。这么大一片，这大一片全是玻璃。哦，来了，封印，不要进来。
应该是爬不进来，我想。哦吼！OK， 这样子就好了。这样就可以看到外面有什么怪物干嘛干嘛的。这样子，这就是我们的英雄殿堂。嗯，然后有一个东西是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白蜡烛，我来看一下它怎么合成。哎，我戳一下哦。合成方法是 wax 跟一个线，这是什么蜡？蜡要用 pot。跟 Canlyberry 好难念啊，这个是要用采集的，对，然后这个铁桶应该是，哦，这么简单，所以我们可能要，我要采集到那个我才有办法做白蜡烛，因为它效果蛮好看的，各位看，对，它长这样，是啊，我们没有白蜡烛就先不能拿，对，就先这样子，先插个火把就好了。 OK， 再来呢，摆上我们令人值得骄傲的东东，是的，我们要开始摆上我们的一层一层、一阶一阶的旗帜，这是虚空旗帜。哦，太高了，再把它放边边一点。哦，有了，像这样子，虚空旗帜。那我可以连放吗？哦，不行，我必须瞧好一个位置才有办法放。这个虚空旗帜，然后有这旗帜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把一个其他的类似的就一样的啦，应该说一样的。我觉得很吵哎、欸，我等一下找到他，他死定了，等我一下。八斗幺幺，哦，都在外面。哇、wow, ！不小心被我挖那么大洞，家都快被我拆了。金门侠诺，金门侠诺，哈，吵死人了！你们知道现在几点吗？我老硬啊你！你是怎样超广角？阿哥我 PK 啊！吵死人了！哦，幽灵旗帜刚刚好，屋在屋顶上吧，我觉得放错边了。好了，有了第二个旗帜。到底是谁？好吵哦！这个旗帜还有什么？我很吵啊，这样有机会快要可以把看到了，就是你吵死人了，就是你，你怎么你也是，我吼吼叫吼吼叫了，现在几点啊？你吼吼叫，你等着你啥？无礼无貌，吵死人。叠一个方块。我的飞船还是没有开回来，我知道大家很在意那个飞船，放心啦，放心，我有记录那个点，它不会消失的，绝对不会消失，我绝对会把它开回来，不要伤心，不要伤心。我先把旗帜都挂上去，让我看得爽一点。嗯，三面的，那我们继续。嗯，感觉，哎，等一下哦，可以这样子玩吗？好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把旗帜放在他旁边。谁啊？哦，肚子饿了啦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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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直接放旁边。好，能量旗帜，然后再放上、幽灵旗帜有了。我可能要再做个大箱子。好，还有什么旗帜是我没有放过的呢？这些就是我们的成就列表，当它完成，它就会变成一大片。诶，我还有旗帜吗？没有，我没有任何苹果。嗯，那我们的那个叫什么？
那个这个范围恐怕没有办法那么大，好大哦，没想到这么大，有没有快速播种啊？没有，手动。到后来的自动工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不用自己手动种了，我们全部靠给机器人种就好了，非常的快速，非常的 perfect， 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自己在这边慢慢种 这些杂草，对，以后就不用了。OK， 好一个，我知道大家有强迫症。嘿，19个，快涨哦！然后如果要让它长得更快呢，我们还有112的丰收女神戒，记不记得那个？那个会让东西长超快，那个东东。我们只要有了它，我们就可以尽情的使用了。哦，嗜血旗帜。这个还没有放，那我们就把它赶快放上去了，在这里，这是 OK， 哎，歪掉了，又歪掉了，歪掉了，怎么那么难放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像这样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目前累积下来的成就。嗯，是的，我们去一下地狱，我要采集一些荧光石粉。对，我需要一些荧光石粉，我们先去一下地狱，去一下就好，希望不会死，应该啦，没那么惨吧，枪拿好呵呵，很恐怖，先去地狱，月光，走，我们去，我想采集一些荧光石，连续性发射的，连续发射的，走，然后顺便把我们的那个什么碗升级到钻石碗 ，Open。我们去做112的贤者之石。呜呜呜呜呜！哦哦哦哦哦！等一下，这怎样？哦，好痛哦！你们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我看不到。好痛痛痛痛痛痛痛！好痛哦，看不到啦。我根本就没办法回去啊！哦，有了！哦，我看不起，我看不到，没办法。僵尸走开了，为什么有僵尸啊？我现在勉强一点一滴的打。我没有装子弹。我的剑勒，我的剑居然放里面。哦天啊，这些僵尸！哦，看到荧光粉了，我要去拿一点。嗯，先回点血好了。我居然被打这么多，我还没有那么痛哎。这防御装甲还蛮棒的，防御力还不错。嗯，地狱地狱在地狱，我有点累格。哇，这挖的速度有点快，会爆吗？哦，我就知道，拿到多少？哦，好多哦，超多的，直接敲一个就一组多，这样就够了。哦 ，Thank you。什么东西在那边？哦，天哪，他们太凶了，我必须建立一个防护罩什么的。也是外挂的，哇，好痛，好痛哦！哇，太快了，而且我发现岩浆流好快啊，尤其在地狱的世界。啊！嗯，标记 food，OK，、okay、好吧，我们回去捡我们的东西。好痛啊！为什么会烧这么久啊？而且我没有看到燃烧效果啊！我们很可怜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走，去捡我们的 baby。还好在附近而已，没有很远。啊！我又来了。
走开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哦，是怎样勒，这是怎么样勒，好，等我，没关系，我还有武器。可是就为了那个武器要去捡回自己的东西，好烦哦。一定要这样子妹，那不然我还有个点子，我去捡完之后，我要瞬间移动，在瞬间移动的情况下，他们动不了我，所以应该是没问题。我再去试一次好了，因为我懒得再去做装备了。东西，走开！哦，好险！好像也没有是毒，好像也没有多安全。先赶快穿起来。嗯，稿子在，稿子在，剑也在 ，OK。嗯，都在，月光也在。好，好，大家都在。OK， 那我们回去吧。等一下，我的面包嘞？我面包在这。好，走。刚刚实在太痛了，我没办法应付他们。那表，那就，我们必须要自己盖一个堡垒。死死死死死死死！走开！还我的东西，还有我的荧光石粉，有了。为什么我都会超广角居然会在这边出现？它是幽灵哎，那是莫名其妙。把这里围起来。不然他们太危险了。OK， 好，先盖一个小空间。我们回去吧，我们挖到我们要的荧光石了，来喽。OK， 然后我们去做贤者之石，也就是112里面初始的第一项材料。嗯，过程有点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乖，我看看，我来看一看。我来看看我需要的材料。我的头在干嘛？好吧，我的头，我的姿势真是这样啊。哦，好，来，荧光石，请告诉我，找到了，红石、钻石跟银石粉 ，easy， 我这些都有了，有了贤者之石，我们至少可以改变任何东西，所以我们需要钻石、红石 ，OK， 开始制作吧。端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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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，这个东西是不无法被消耗掉的，它是一个很丢错地方，它是一个很传奇的东西，它是不会被消耗掉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使用它吧。最大威力变换 ，perfect， feels so good。我们这样的话做什么心得？哎，这实在是太美了。可是我的木头方向，哎呀，歪掉了。嗯，算了，改天再改。还有什么可以改？你对 ，Let it go, Let it go, can't hold you back anymore. Hey， 我现在发现你们三个，十。我现在发现这怎么会有三个不一样的材质在这里？像这样 ，Hello 牛，你很快乐吗？有没有觉得一一二很恐怖呢？一比一值的等价交换技术，叮，又赞又美丽。然后我想要把这个可以，没有，我想把这个给换掉，因为我觉得这里不合款啦。对，我可以改变任何我房子上的材质，这就是最棒的。最棒的，改一半。All right， 好，那我们去做一点椅子。16张，16个，再做好了，怕不够用。好，32个黑橡木阶梯，我想应该够。
好，然后再来，我想要往这边扩充一些空间。我想往这边扩充一些空间，所以这里恐怕还要再用一条路过去。哦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哎，哎，上面吗？哦，对哦，你会爬。对哦。这个光很难装。好了。他会爬啦，忘记了。然后我的箱，我的背包要爆满了，拿错了。好，我背包再度爆满。Part Two。往这边过去，如果还要有空间，我们就多盖一点好了。你 ，Yes， 这一集几乎都要做建筑，几乎。每一次，几乎啦。总觉得盖一个阶梯之后开始会比较好哎，像这样子走上来，然后就从这边开始过去。哎，不是，弄错了。是从这里开始，我的农田真的改天要改位置，因为它也已经不应该在那边了，快要不应该在那边了。好了，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喜欢凑热闹哦。OK， 那这边可能会看起来有点怪怪的，这有点像是居家大改造那种感觉，到现在都还在改造。5 3 2 1 0，刚刚好，哎，就快要变得不是家了吧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什么？玩的地方，这下面还没有弄完。然后我的那个栅栏，我的栅栏还够，我栅栏在这里，剩四个不够啦。好，来去对面放。OK， 看起来真怪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。大概也没有去挖什么特别东西，就一直改家改家改家，就是改，跟介绍一些最基础的这个12等价交换模组，它很强，它很棒，因为它可以改变全世界。包括你，还有你，啊，它会闪呢。好，我再来看一下，我们下一个要做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，我们可以做任何你们想得到的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啊，不，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咯。OK， 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